这枚印章，谁呀？吴官先生在家吗？永清，赶快开门！你都病成这样了，还去见客人？他说不定又给我带什么宝贝来了。 好些日不见，身体可好些了吗？好多了。哼，国难当头，你我可得保重身体啊。是啊，这人一生的病啊，浑身都不自在。哎呀，永清啊，今天又给我带什么宝贝来了？我就知道你这几日在家养病，一定憋得无聊。这不，再来一幅画给你解解闷儿。赶快来来来来来。哟，陈老莲。 现在陈老莲的画可值钱呢！哎呀，你看，这画工，这真迹，一定是真迹。嗯，好，画得好！哎呀，仿的好！啊，仿的？我一朋友当真迹带过来的，然后我就当真迹给收下了。哎，你这是为何呀？我那朋友啊，脾气不太好，我怕告诉了他。 气大伤身，先不说这个了，赶快看看你这幅宝贝。宝贝算不上，这不，前几日我收得了一幅残卷，也不知道真假，我就拿来让你看看。残卷，来，你看，残破得很。圣山图。 世出奇迹呀！没想到三百年后大吃道人的火中之宝，竟然重见天日。此生连做梦都想看一眼的圣山图，如今就摆在我的眼前。这冥冥中自有天意。吴万秋。 三军肯同心，共申忠愤。哎。
小弟弟扫尽胡尘。我因爱而相助，成全了这宝贝。我因爱而临画，没想到多了一副传世的宝贝。我因爱而生狂，差点毁了这宝贝。幸亏我那侄儿因爱生怜，拼了性命才保下了这宝贝。朕因爱而生游兴，饱览了富春山的美景，也因爱而生悟，错认了这宝贝。惭愧惭愧，朕生前就想得见圣山图，如今终于了了心愿。朕收藏的那两幅子明卷与无用诗卷现在何处？听说在小琉球，如今叫台湾。哦，被那个蒋公叫中正的人带过去。哦，冯庚寅遭大变，60年一甲子，一甲子一颠簸。阿弥陀佛。哎，大吃呢？大吃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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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大吃。